合族的治理啊。因此啊，咱谈到介绍过的别具如舟韦陀菩萨的看看中海啊，这么佛法无同道法，因此啦，咱就称为三洲感应护法韦陀的尊尊菩萨，就是跟他别具如舟啊，韦陀菩萨无其他佛法，所以。富贵修道难，但今天我做的富贵，搁在报喜，何其三宝，搁咱们好喝两分，就是这个叫做，虽然富贵修道难，他能够做得到，这叫做难中之难，难能可贵啊！哈，那接下来看这个文，讲该文啊、哦，要盖有世界名曰极乐，续依报国土之名也。数曰三季，以变时节；恒曰十方，以定将于，故称世界。写的三界啦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三界、哦、所以讲数曰三季，界一个界，恒曰十方，以定将于。所以咱这个台湾就好啊，啊、哦，这个地方就好啊。你看高雄区甲高雄关有一个界限，啊、哦，都有一个界限哦。所以梵语须摩提啊，须摩提啊，就是极乐世界了哈。那意蕴安良、安乐、清泰等，乃永离众苦，等为第一安稳之位，如下广释。咱极乐世界，咱刚才怎样讲？极乐世界无有众苦，但受诸乐。那么这里啊，也是讲安啊，就当叫安用。啊，安乐、清泰，就亲像咱屏东啊，一个较早个大教啊啥吼，啊，就是讲过去的日本时代有一个名称啊，啊，到这个啊，咱这个民国时阵一个叫名称啊，有各一个名啦吼，等拢总叫做极乐世界。永离众苦，对于安稳之永离众苦哦，唔是一个苦，所以后边咧，伊就分得足清楚。回到这个世界嘞，伊阿哩去讲。